下巴就不摘了，是这样。Hello， 这个假发其实感觉比我上次那个自然一点。但是我不改价格。干什么？我没有换衣服而已，我现在换衣服怎么直播？我们吃东西，先吃个西瓜。什么进错直播间？今天拍的很好，我非常满意，因为真的太符合原色了。我觉得我和你们跳的太符合原色了。抽卡，我想等到6周年的时候发。慢慢来，这个终于今天没吃饭，今天没有吃饭。我说等6周年公演的时候发。蜜莉，我7月发呗。你们应该可以先，等后面上线，你可以先看到我拍的 PV， 我今天拍 PV 可帅。还有宅舞，宅舞应该也能看，宅舞我应该可以找地方。这个头发，真是的，成这个我修的假毛，这个头发本来这么长，给我修成这样，感觉还是很不错的。谁告诉你明天发的？我非常期待我今天拍的。我不是。我想今天短发比这个更长一点。我今天这个假发太闷了，我决定不直播那么久。什么叫小狼比我抢眼？人家男装就很帅，你知道吗？到12点看情况，没有今天。笑死我了！今天我们先去，我在拍证件，然后拿他戴了假发之后，姐姐跟我们两个拍那个 vlog， 她说我们两个像是在相亲，笑死我了！才不久呢，他说，然后我感觉我们还，然后我们拍那个小姐，我感觉是没那个我们那个金姐，我感觉她是没有认出来的，把你戴了蓝假发。他说这是你男朋友吗？黄一次，我要吓死我了。没有，我先可以放在这里。啊，不许咬我那个，我吓死了。开什么呀？人家看错了，滚呐！没有没有，我真的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以为可能拍不成这个了，没想到人家答应我，而且很快我们当时学就学了半个小时，然后就今天合了一下。然后就跳完了。妆发我就我本来早上就化了妆，然后后面我贴了几根假睫毛，把眼睛换成了绿色，然后就很符合了。今天这个头发比之前那个自然，就是拍起来不怪，很好看，比上次的好看确实，因为是我自己买的，上次租的。那倒也没有，眼睛上因为是画的。对，我今天换了3个美瞳。我学生时期我用的是黑色美瞳，然后我变成魔法少女我用了个紫色美瞳，然后小樱我又换成了绿色美瞳，因为小樱她本来就绿色美瞳。
拍了很多照片，这真的是绿色，你看，人家眼睛就是绿色。这个假发真的是绝了，你看。后面这个是海军帽。没事，我点了个肯德基，但是我现在不是很饿，我打算等我饿了的时候再吃吧。什么道理？谁跟你说的道理？直播室，我这边也比较窄。对称了，哎呀，这样子就行了啊！本来就有大小眼，大小眼怎么了？特色？谁告诉你两只眼长一样？你的眼睛两，你的眼睛能长成一样吗？别想公眼，公眼，我就想七月初，你就说七月初能不能开吧？都不能想的，因为我当时表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表情，所以显得眼睛比较小。你看，好了，我今天本来贴个了个双眼皮，那个很假，贴成了这样，然后太假了。哦不，双眼皮贴撕下来了。今天眼妆画的挺适合的，比上次战斗服适合。这身可以直接，但我没有买战斗服的衣服。这次贴的是小恶魔假睫毛。你又来了，我都不认识你是谁。小恶魔假睫毛就是把睫毛就很明显。但是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通知了，明天之后那个棚就不能用了，就是管控，就是要封了，就是不允许用了。刚好今天我们约的是今天可以拍完，他们以后要是有人去拍的话拍不了了。我是拍完了，我现在我就有四个视频没发了。为什么你拍的很快？我们两个一个小时就搞定了。马上就要停了，你信不信？马上我们又不能堂食了，你当又快递又拿不了了，气死我了！从今年开始就没有放过几天，写真人家还没给我修呢。但是我上周拍那个鼓楼写真，应该这周可以发，这周周末发吧。娘，那你活该。外卖进不来，就只能去门口拿。然后每天我们连续3天做核酸，今天一直在拍摄没做成，只有明天早上去做。还好我昨天做了，所以今天做还好，不是很影响。没过24小时，是老爷爷那个盾。我现在存了一堆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拍的。对，明天他们第二批就拍了，我明天就不用去了。对啊，明后天要做，连续3天，烦死啦。胖你个喘，你滚！不，明天、我8:30起来去做核酸，然后回来继续睡觉。因为我端不起来呀、因为要去，因为最早是8:30开始，我要最早去做，我怕我明天晚做了，到时候弹窗，我要早做，没有强制要求。哎，真的是核酸呀！不，要出门的，万一要出园区的话怎么办？我不知道，弹窗。
他卖了，但是我现在不想去拿，他给我挂了，他不接我。进度了好多东西，今天还帅气的在那里跳一段舞。谢谢昨天送的巧克力，没有弹窗。他们去大悦城的，我跟你说，我还有一点幸运的，就是我每次要去大悦城的时候，总会因为有些原因没有去大悦城，去到其他地方。上次拍完那个战斗的时候，说要去大悦城吃饭，后面又莫名其妙改到了在另外一个地方吃饭。然后前几天也说去大悦城吃饭，吃了伪菜，然后又改到了去另外一个地方吃伪菜，然后就没有去到大悦城，然后就不用被隔离了。这叫好运，这叫走运了。他们一直要隔离，隔离好几天呢。但出都出不去。还有朋友也是，明天就封了，赶到今天拍完了。杰森公园，是的，这几前几前两天姐姐还在问我，你要准备报批你的第二次公演了，因为要排的话就排到后面。我说姐姐，我九月份之后再办吧。我说九月份之后再办，那就不着急报批了。成年之前不想再办了，成年之后再办吧。对，4月27号的，马上两个月，9月之后才办。等我9月之后再办，哎，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人让我服了。不是说了天气热，病毒就会变少，就会容易少病毒吗？去年天气热的时候都没有疫情，现在我们都正常来说，我今天应该在包粽子，我看看那年今日，我这个时候应该在包粽子，公演。无语了，现在的今年的我围绕着云公演，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马上都要18岁，我不敢相信。我今天不是刷朋友圈，我就看到我表妹，因为从小跟她一起玩，我记得她很小的时候我还特别照顾她，我还给她挑菜吃什么的。人家好像才小学几年级，然后当时初中还挑菜，然后隔了几年之后我来这里，我应该记得她人家准备考初中，然后我现在谢谢。玫瑰花，我现在对他的印象，以为他初二可能才刚开始，结果他都已经中考了，他马上高中了，中考都结束了。他06，大2岁。字都不大对。他等一会儿。怎么样？我要等外卖。还没有去拿外卖呢，我累呀！我今天早上10点我就出去过去那里拍东西，我在那里都拍证件，拍到现在10点才结束回来。你说我拍了多久？我有几分啊？这顶可是顶着假发呀，顶着一顶假发。在老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进电梯要给我说一声，上电梯给我说一声，然后放假上给我说一声。我说让他赶紧放了，不想去了。谢谢 MD 送的奶茶，5星好评。什么呀？这不多见。
人家那是职业操守的那个谨慎，你懂吗？抽卡，你们在抽什么卡？有没有我的小樱卡？抽点小樱卡。没有抽什么啊？没有魔法少女是不完美的啊。有没有崩图卡？你再说主播，你试试，你滚！不要惹我！全是崩卡，谁说的？不好，滚！隐藏崩图，我不相信。等我写入情绪去抽一个卡，我不相信。什么崩卡？我不是发了一些没有公开的照片吗？你中考你看什么直播？能不能好好学习？能不能好好考试？对你的学习负点责。这不是战，这是小英的小学校服。就是他。哎，是虽然声音有点不像了，但是还是够了。这什么眼镜给我戴戴？没有，戴眼镜的，不戴眼镜不好看。像我这妆就化特别浓，人们他都不用怎么化妆就行了。因为小狼他本来就是中国人，都是棕色的眼睛，美瞳都不用戴，我还戴个绿色的超大直径美瞳。不拿，哼，你知道是又嫌弃声音不好听了是吗？还吃东西？为什么要翅膀啊？他在上学，怎么能要翅膀呢？人家二次元就是有绿色眼睛，你懂不懂什么叫二次元？不刮呀。在眼球上怎么可能关？什么前几天？对啊，他的假发就很好看，超好看。那你去被辐射一下呀。他就是大直径哦 ，cosplay 的美瞳，就是这样的。好，没看到我穿小学生的衣服吗？你不知道我直播间的粉丝人均211985啊，没有人上技校吗？嗯，所以你更要努力，你要努力考上一个非常好厉害的学校。我无语了，你们都是故意贬低你们自己。我夸你们了，还不往你们脸上贴金，你们还这么大方承认。能不能有点志向？有点志向，好吧。你志向也太真有病。奶粉跟女粉哪个多一点？你猜我奶粉多还是女粉多？好的，这样你就可以由此可见，我的女粉是最多的。哦不，我的奶粉是最多的。男粉是最多的，你看吧，
你看吧。哎呀，没有 BGM，好烦呀！我给你们唱 BGM。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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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小可直播。在说什么？好尬呀！谁在冲我？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私より自由かな翼がないなら走ってくわ行きたいところだってできるよね。我们又展示过这首歌。等六周年的时候再放。我们就学了半小时啊，你最好别，你闭上你的嘴巴，不要在我兴致大的时候给我说反话，在行李箱里面。你看我的整个神，看到没有？因为校服版的就不需要变身，所以不需要魔法棒。但是我证件的时候用了魔法棒。但是那个不是小樱，那个是我自己做的，不是我找人给我做的，我找人手做的魔法棒。就我今天
穿粉色那一套拍照的那个。我专门花了100块定制的，为了我的证件。他就是证件呀，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不保证，我不保证其他的，我可以保证我是 BJ 服贴最有诚意的，哦不，最有特点吧。都看呀，可以，但是要快一点，因为我想卸妆。什么叫最不靠谱啊？姐姐说名次不能用数字体现出来，我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这个剃了。不是，姐姐说你可以说最年度最佳人气 king， 那是 king 女王什么的。我说不，这也太假了。换一个，但我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魔法少女。我说我要当首屈一指的是比一届，因为比一届可以说比一届像是我比一届的魔法嘛，首屈一指的比一届最强魔法少女。滚。没有 VIP 了，我不你真的是啊，比一届。你们真的一届全是磁铁，而且你们，告诉你们小心点哦。如果不是我的粉丝的话，可千万不要打开视频哦，因为你打开视频之后，你就给我签订了魔法契约，毁约可是要你来杀身之祸的呀。我的粉丝可以打开看。不是这届，点进去之后你就出不来了。就是被我指到的人就跟我签订了契约。你们要是看到我指了你们，你们就已经跟我签订契约了。我是六六，也是小樱，我跟小樱融合一体了。对，不给你们领，那你滚！六，我也可以是六六。看到我有没有热血的感觉？有没有那种看到二次元的感觉？有没有在看动漫的感觉？我不说话了。不可以，这是深夜给书信。你爱看跟我什么关系啊？什么叫还行？是非常完美。两句日语，八个鸭落。不是，我今天还学了一个。
Cibi 就是矮子的意思啊。不是，我说你们，是不是？我没有，我很高的，你比我更矮。我明天把我们英郎的合照发微博，你们记得点赞、转发，还有评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那么还原，那么可爱。我拍了九宫格。他九宫格，就是啊，好像你去发传单。Hello， 你需要？好吧，你们为什么今天不上学？今天不是星期一吗？你们就说你们明天几点在吧，因为我今天已经发过了。我不发，我明天发。人脉你就发了两张，我发了一张，我有九张。我已经发到朋友圈了。正厅，我为什么不能看人家房间？我只看我感兴趣的人的房间。我不看，我不告诉你，我爸又评论了我。我发了我跟林曼玲的合照，我爸说：“你怎么这么快变头发了？”你爱去谁房间跟我什么关系？但是我头发怎么变这么快？我发了两条，然后我还有一个亲戚评论我，这是你男朋友。他说你交，就是你交男朋友了。哇，怎么可能？我说你看他这么秀气，肯定是女生朋友啊。不分组啊、这主要是你做梦。我不是，这是合作的。那你想亲戚看不看？肯定要问啊，还不会呢。我亲戚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什么意思？问一下。不会，他们只发朋友圈，那我已经在朋友圈解释了。看不懂就在 cos 我的，谢谢六六七六蹦迪。你滚了，你们好烦呀，说的是假的。那为什么别的大叔就会去这样打 call 呢？就是这样打 call 的。什么蠢啊，我不听，你们好烦呀，就今天拍的东西而已。闭嘴。哎呀，就拍个东西而已。你应该是不是说大家怎么都来地上了？快上天！因为我现在不饿，我打算直播完再去吃，一口气吃完。他比我白。
我今天这款是蹦迪，我今天带了一个，我今天穿了一个高跟的黑靴子，不黑黑皮鞋，差点比他高了，因为本来小狼小和小樱没有身高差，刚好，谢谢。是的，他妆发比我白，我今天妆都快脱完了。什么呀 ？TFBOYS 也不想听。现在时有落花自送一外，这个名字就很，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有情，有文化。现在不是常温巧克力。他是高的，但是我穿了增高鞋，我就跟他一样高了呀。哒哒哒哒哒。你也配？人家是好听的。不，我不调，我就不调，不想回你们的。不是不想回，是我这个造型难道不配1000鸡腿吗？再早一点要是没办法，人家都已经在那边把假发摘下来了，那必须的。这是小樱啊，竟然送了玫瑰花，我都快忘了。这就忘了，你们不要试试方法让我跳舞，我没有地方给你跳舞哦，因为我没有支架。什么小兔子？我歌单没有什么好听的，先说一下，公开只要1500鸡腿，道理也不行，可以给你表演一个。契约之下，封印解除。算了，魔法棒我不想拿，就这样子，摆几个 pose。好，结束了。不来。我不会说日语，我只会说，Konnichiwa， Ohayo， Oyasumi。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会跟你说是吧？小樱和小狼告白片段，那我没有小狼啊，我怎么跟你啊听告白吗？我当时每次单是听的，大家还没说出来，我当时单然后就不能打断，每次都不能打断，你们才不配当小狼了。然后我当时呆，我不打断，我当时呆，不打断。后面他说，小狼呆死屁，黑子。我跟你说，真的，我给你们看，他有那个，这个片段。等一下，来了，他是这样子告白的，就是他飞奔过去了。
典场面，经典场面。就是很甜，真的很甜，我真的止不住笑了。人生一梦，我天天晚上做梦，哦，那不行，你滚吧，想多了。这小狼送的，小狼送的66，这个小狼取得好，这个小狼取得好，抢占了先期，在我还没有发现小狼的时候就叫小狼了，人家是女犯，你们懂什么？穿越过来的，我不会喜欢。好的，谢谢你。好羡慕呀！下一个看你们可以猜一下，你们一个人要不改成叫折磨放太郎吧？嗯。怎么？对啊，怎么放太郎啊？咋呀？你少装，我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不是抢的？是一个很好看的，就床女，找你了，给你们看折磨风扇叫什么。人家可是，人家可是经典男头像，但是这个剧我没看过。人家小那哥哥叫桃阳，不叫这个，叫那个叫冰什么来着？但是我现在在看紫罗兰，我还没看完，但我紫罗兰都看不下去了，因为小樱太好看了，我准备把小樱从第一集开始重新看一遍。不恐怖吧？年龄到了，年龄到了，年龄到了都是这样的。你们要理解我。我想变成二次元。我现在为我2年前在直播间说二次元爬道歉，因为我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二次元了。我，算了，你们那时候也不在。什么二次元宅男？你们是二次元宅男吗？那我就是，我说我是，你滚！这个雪雪今天这么你味有点冲啊，哪来的皮套人粉丝？你们都是二次元，我当时还被开过天，说我攻击二次元。
谁管你现不现钱？没想到，这叫金石不通往日。哇，大西，二次元真是太美好了呢。我现在也让你看，绝对不看这个，绝对不看。最讨厌，我最喜欢的魔王，你滚！我这叫，我看我多么的善良、美丽、大方。通过二次，我这么喜欢二次元，但是为了你们，我宁愿变成三次元人类，用二次元的形象展示在你们面前。我真是多么的善良。本来就是，现原形，我这么一摘，我就现原形了。我不，还没回翻牌呢，除非你让他们所有人把翻牌全部退回，我就把头发直接给你摘掉。算了，别，我不，我这是逗逗他们。哇，唱这个的人好美呀。我信啊，说不要说什么过分的言论就行，就是让我普通的可以。多普通啊，假发不脱，而且人曼尼那个特别真，人曼尼那个戴上之后以为是真头皮。啊，没变啊，这荧光棒地球不够了，哈哈，活该活该活该，没有跟你抢小狼啊，我那个小狼太舞蹈了，你呢？哈哈，我你没有，是我的，这个没有太认真，谢樊秀仪教授奶茶。你头才大呢，不好意思，你们只能看我能跟人家合照，还是是人脉的人，就他真的吊血非常美丽，说刮血非常帅气。你和那个的滚蛋，不是、啊、我说很适合，谢雪雪送的荧光海阿姨，谢谢。我也是可刮可刷可花，这不是早认识你，合作不了，因为已经选好歌了。没有，想我就是说，真的是绝妙的合作对象，因为我真的在我们中心已经找不到一个比他比跟小狼更像的人了。你看吧，烦死了。我唯一愿意在我直播间安利的，第一个是金龙赛，第二个就是人满离。你看一下，真的很好看。我不管，人家答应我了。哦，还有一个是队长，三个不行，你们好过分呀！那本来就啊，我说是三个，就三个，我就说了三个。谢谢，又给我零送巧克力，我没有毒，你们滚啊！无语了，随便你们吧，烦死了。我无语了，那你们别关注我了。大姐姐，不是啊，那不是三不爱，我真无语。哎，你们闭嘴了，我无语，滚了。
我就要看小樱，我把小樱看到老，看到死了，看到死我都看小樱。你们赶紧，你不是快在日本的那个下岛有，就是赶紧去催那个催作者，让他赶紧把动漫给我上，把结局给我写完。去！我不管，我不行，我在我入土之前，我一定要看到小樱完结。没有第二集，没有结局。漫画在更新，但是漫画我根本不想看，我只想看动漫。没完结啊！我脑补啊！我要会做动漫，我就给它做出来了。你看透明卡牌，我不，我不行，快点去催。七度集是第一季。然后透明卡牌片是第二集，但透明卡牌片我建议不看，因为它真的很水，这个动漫做的很水，还不如第一部分，还不如九八年的呢，哈哈，九八年我还没出生呢，你们都已经出生了呀。我现在再看一眼姐，那你童年没有小樱太遗憾了。百变小樱第一季其实出了，分了三个部分，分了三季，但是它现在统合在一起，所以我只能称为一季。我的粉丝有未成年啊，哼，我马到18了，我真的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还15呢，我还没过16岁生日呢，结果我马上都要18岁了。可恶的疫情。还没看完滚蛋。根本没有想过自己要18岁的样子是什么。我成长了。去年这个时候还是短发呢，啊，今天的时候我应，去年今天我直播我应该这里扎个天线宝宝的那个，疫情啊一直有，时间却没有暂停，因为我看了去年今日，谁管你？你见过校服的魔法杖吗？没有，我说了百度，魔法少女都是未成年。不，我要做第一个18岁可以当魔法少女的人。先今日在包粽子。有，但是我不想拿，我直播拿杖干什么呀？你真的很钻牛角尖。包的是蜜枣，就是把那个蜜枣放在里面，包了好几个，当时还在直播包。双闪可在这儿就行了呀。你把你包进去滚了。把你算了，不能太恶心。对，但是我抱的可好了，我抱了7-8个。蓝色的可爱，你说是那个？谁说的？这个可爱。但我抱了，我都没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发给粉丝，还是发给我们自己。啊，你不知道这周是什么公演，这周别告诉我是常规公演。暴走是这样的，你闭嘴吧，我就喜欢小丑，就没有线下，我不管。
常规的话，常规要换四套衣服啊，换都换死了。因为我固定了呀，这个帽子，不然你以为怎么固定？下课送荧光棒。嗯，不知道啊，不知道怎么弄，应该不会再答谢了，不可能来个再答谢吧？我不知道，这周还没有安排出来，这周等拍完，他们拍完证件呀，明天他们还要拍呢，选的景不一样，我今天选的景跟他们选的不一样，所以明天他们有部分要去拍。我就想公司能不能安排一些比较新意的，比如什么王者荣耀争霸赛。或者狼人杀。那斗地主也行，那总比贵了，组得起来的肯定有十个人玩了。枕头大战滚，来个睡衣派对，这歌我天天放啊，我可好，我可喜欢了，叫讨厌恋爱，这首歌叫讨厌，那歌词很好听，哦不，它旋律很好听，闭嘴。没有，我今天不是，这叫给你们读下翻译吧。我早就清楚这份感情啊，注定还没说出口就要结束。说我爱你之类的表白，现在可不是时候。装作云淡风轻，挤出笑脸相迎，水彩花纹的视野看不见你远去的背影啊。我听不见你说了什么，最后的最后，就算坦白心声也于事无补，已经迟了。讨厌恋爱却喜欢你，一切如过眼云烟，只留下白底的画布，银色的边框里面装着关于你的回忆。夏天将要结束，要结束了，朝着夕阳笼罩的大海，我试过大声呼唤，你果然还是不会来，算了吧。反正明年也会如此，后年也会如此，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讨厌恋爱却喜欢你，我曾讨厌做送别的一方，烟花的红，汽水的蓝，今后永远是你的色彩，讨厌恋爱却喜欢你，再见了，就让这份喜欢变成歌。夏天将要结束，我做了场透明的梦，回家吧，哼着歌向前走吧。歌词写的挺好的，不懂，真的写的挺好的，很美，好适合你们呀。我什么时候叫我写的？你闭嘴吧你们！你为什么不说小狼呢？说小狼我更愿意一点。谢谢。因为我现在可是小樱的形象呀。你们好过分呀！你该是皮的。啊，好烦呀！我拉黑了。说什么？又保了小狼，要不你把头像换成小狼吧。哇，你们好烦呀！你们看别的偶像直播间，敢让你们这么开玩笑吗？只有我了，还不说我美丽、善良、大方，能不能夸一下？哎，真的无语了。
我说后面几节没去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是吧？他爱的不是哥哥，他开始喜欢是雪兔，但是他发现雪兔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人，他最喜欢的是小拉。他喜欢，但是还没遇到小狼，而且小狼开始也很喜欢雪兔，小狼是喜欢雪兔的，后面发现他们两个相互喜欢了。小狼是因为力量吸引的，小樱是因为就是喜欢，结果小狼喜欢他哥哥，然后小狼喜欢他哥哥，然后他哥哥也喜欢小狼，哦不，他哥哥也喜欢雪兔，真喜欢。不是转移，那是人家还没有找到最爱的那个。什么叫凉男？再说，你不理解，但是你要尊重。不是，小狼喜欢雪兔，这感情很复杂。芝士喜欢小樱，但是芝士的喜欢的方式是，只要小樱幸福，他会感到幸福。人家是真喜欢人家，好吧？对，还有梅玲，她虽然她是喜欢小狼，因为小狼是唯一一个帮她抓了她，就是照顾过她的人。她给她说了，如果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人之前，最喜欢的人之前，我一直是你的未婚妻。小狼也是答应了的。但是小狼找到小樱，最喜欢小樱的第一时间他没有跟小樱说，他先去跟梅玲说。说他有了喜欢的人，然后梅林很大方，就说是你喜欢的人的话，还祝福他们。他虽然哭了，但是后面他还助攻，他和小樱。小狼只喜欢小樱，好吧？哎呀，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哼！不，他不是渣男，你自己去看他的人设不是渣男，他是一个，虽然很傲，有点傲娇，就是口是心非，但是他很会保护。保护他身边的很所有人，就算身边的人力量比他大很多，就是魔力比他大很多，但是他第一时间也是把人家护在身后，你懂不懂？你们算了，我真的生气下播了，你们好过分呀！你不能你们说话了。你们就在钻牛角尖，你们老是诋毁我喜欢的东西，那你们喜欢的东西我要诋毁，懂吗？你看我都没有诋毁我，你们也不能诋毁我喜欢的东西，倒没有。不，那我目前最喜欢的就是小狼。你是你卡的，不是我卡的，不是啊，才不会呢！我说的是二次元，我现在是个二次元形象，你懂不懂？我不想跟你说，不听你们的。但是我最喜欢的粉丝肯定是我的粉丝啊。没有啊，就跟你们说，偶像最喜欢的是我，没有区别。这个叫向日葵啊。
我是吧，我说预备是你说了，那你去预吧，你走开吧你。对，是有区别。不见单车停靠在路边，你们这次吧，还有十五分钟我就离开你们。你看你们，小英真的是个很厉害，他很能共情每一个人，他会为每一个人着想，他怕每一个人难过。闭嘴吧！虽然说的蹦迪，谢谢。我也是这样的人啊，就是啊，想要说好，太像了。我很能共情的，没共情到你身上，自己反思一下。你别再尝试了。清楚的坚定了，确定了方向，我们的未来可以和小云飞一样，一起这样望，一起笑着绽放。你知道就好，那是对于你而已，那是对于你，说明什么？很喜欢你对吧？可爱直播呢，没人想到小云会直播是吧？被讨厌了，你猜？笑死我了！睡觉啊！不要哭泣，只要你们乖乖的就好。不想送三分钟的拥抱，不行的，你知道吗？这个剧场版，这个小英剧场版，就是他获得了什么？但他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但是后面他的力量感化了上天，就是他拥有了再次爱人的情感，你知道吗？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世界，你会很难过的。就是爱人的情感。你笑什么？不是。他自己的心中了，因为他真的很爱他身边的一切，反正就是很厉害。你们不看，你们都已经是无聊的大人了，你们一点都不能共情二次元的世界。每个人都去看，每个人都去给我看百变小樱，每个人都去看。叫小可啊，不是说过了吗？小知识没有啊，小知识是神助攻。看我直播，你别看，你有看过？你才没看。过年这也可以看，你八十都可以看。难道不是吗？不是有的。你们一点都不懂什么叫初代魔神啊！你说什么呀？你能不能打中文？但人家本来就很可爱，人家雪兔很温柔的，真的是，都有多美的，人家温柔一点，秀气一点，怎么了？我在靠着出来磨神。
小英真的去他们玩，人家是 gay 怎么了？我就支持 gay。 我说我支持啊，我尊重。我也支持拉拉，也尊重拉拉。把彩虹打在公屏上，谢谢小圆送过来。我还看到了小魔法少女小圆和小樱的同人图，你们看。可美了。那么可爱，说话的手腕啊，你看，就像这张图就很神奇。前面是小樱和小可，后面是魔法少女小圆里面的五个五色战队和丘比在这里。我不管，还有这个，虽然我觉得粉红，虽然我之前觉得小圆更可爱一点，但是我看到小樱之后，我觉得小樱要更可爱一点，虽然他们两个都一样可爱，一个是他们两个都不一，他们两个是不一样的性格。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他们的经历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有一个好闺蜜。人家的感情，那就是人家的闺蜜，人家的好朋友，人家有好朋友，人家的好朋友为了他穿越一次又一次拯救他，好吗？小樱1008连屁都能动，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好吧。东西呢？我都看完了。少女可以差不多啊。小樱的画质，讲道理，小樱九班的画质，那可比当时同龄的那些画质好看多了。伊蕾娜也可爱。我在想要不要看《美少女战士》？你们有人看过《美少女战士》吗？有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啊？讲啥的？有没有？我没有承认陈伟，我没有，我只是奉承他们感情。那算了，我不看了，还是看小，我要把小樱再看800次。小女警我也看过，巴拉，我看第一个魔法片应该是《巴拉拉小魔仙》。不，假面骑士，我有腰带，我不看就不看。不要，不给你们这个，你们倒给我翻烂了。很感动的，小樱很感动的，我要重新再看一遍。我之前都是1.5倍速看的，我要从一倍速，我要从0.5倍速，把每一个细节都要再看一遍。啊，是夹着的，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截了好多图，我现在收藏了好多他们画所画的他的图，还有他小狼的图，还有我截的图，我把它存在一个相册里面，现在已经有100多张了。他们同框的画面我都截图。我要细皮啊，
乘风图，不，他当时构图还好的，我才不发快手。为什么不继续动画？我看烂了，我不想看一年代记，他们完全都不一样了。我不，我在 B 站花10块钱看了一个日本剧的解说，就是一个女白领爱上小偶像的故事，花了10分钟。就是那个女白领，她本来很不喜欢，她对小偶像一点都不感兴趣，她还慢，就她去看了那个地下偶像，然后她那个头，她还在那骂那个偶像，说她刘海这么长，用她专门的那种舞台，然后那个偶像很害怕，他这样，然后后面她就把头发剪了，然后那个。这个女白领就爱上他了，就喜欢上他了，他为了打过来支持他，但是他一个老公犯，他一个犯就是每次都包他的场，就包场，就是不让他去跟别人合影，就一个人包完了，导致他粉丝很不满。然后，哎，后面解说什么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不知道叫什么呀，叫什么什么，所以我就推你了，是真人版的。对，我看他们在上面跳舞很有代入感，因为真的，感觉很一样。那如果是二次元的话，你可以去看神推啊。你是绿帽粉？你是谁的绿帽粉？没有啊，我怎么了？你不要脏我。饿了两个月。你看过？让他给你带了。不是啊，纸片人你们都要管，纸片人都不行。像小狼这样子的，在现实中根本是不存在的，好吗？我说的是这样的一个性格，这样的一个人，不是指向，虽然人家确实挺像的，也就这样性格，你是什么？我没有看出来。人家小狼要是看直播的话，对，就是他，然后那个女白领，他去直播很露，然后给人家赚钱，去给人家打头，粉丝这么。谢谢陌生的小弟，粉丝都这么的努力了，去给他投到上面了，所以你们现在也去给我直播。不是，赶紧啊，穿那个，就是30个巧克力，你们穿那个。就手服啊，你直播。我这是水手服啊，我这是水手服啊。双姐，你快去！我这不是水手服吗？说你们穿，
你们穿，我看不就行了？那一天，我给你们刷一个小星星。大小够了。哎，你们想，哇，偶像给我刷礼物了，好厉害呀！抖音为什么要直播间的？欢迎上，看一下劲不劲爆？哦，今天12点了，我不。对啊，我看是浓缩版，是不就知道了？现在12点了，怎么办呀？什么叫进圈了？我想想啊，是。才8点，我去二次元世界进行大冒险，我去找小狼去了，再见，再见，我叫小可。哇啊，这是什么？这小樱的魔法杖，你看，好适合我呀！谢我们要送的权杖，耶！给你上去，蕴藏着黑暗娘的钥匙，在我面前施展真正的力量，与你地下区的小樱你契约之下封印解除。这该配几个？你懂吗？你们滚呐！哪个？这没带也是。这怎么有个字典？翻到一页给你谢谢啊！祝你青史留名，青云直上，轻歌曼舞。金鱼红毛，倾国倾城，你送的撕了。我们来玩游戏。这个一点都不好玩，不玩了，那再说吧。仰卧起坐，这怎么做仰卧起坐啊？我都坐的把我假发都甩掉了，不做。这假发不要你理妈妈，你滚了。没有假发，你看发包在这里。是不是很真呀？很真实。谁说的？人家肯定吃过，只是你没发现而已。只是穿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而已。你上场，因为上次那个是租的，这个是自己买的，买的肯定比租的好啊。两三年激情。不许吃，猫猫不许吃，猫猫。就是绿色眼睛，真的没看出来，
你们都没有人看穿这绿色的眼睛，就是绿色的眼睛。妈妈不行啊，妈妈不行。白天那个确实是蓝色的，那个是紫色的美瞳，因为我今天换了三个美瞳。你不知道吧？这个美瞳它一个名字就叫做青蛙王子。这你就不懂了。就是拿剪刀自己修的。因为小樱她是绿色的眼睛，作为绿色的眼睛，马蜂哥，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那你给他随便取名字吧。我最近买了些棕色的美瞳，我觉得我那个黑色的美瞳太死板了，我要换成棕色的美瞳。人家只是个美瞳名字嘛，你们这些直男真的很较真好吗？不要那么较真。我的棕色还有一个叫什么榛果可可，还有叫桥本环那棕的。粉色没有大字型的。蓝色没买，我觉得蓝色不适合我，人家就叫这个桥本环那棕棕色，因为桥本环那棕色是棕色的。就是美瞳，美瞳的名字也叫这个，还有叫狗狗眼，还有叫小鹿眼。怎么可能？我看到是你们都是正常的，好吧？怎么可能就是绿色？那我下播了。狗狗眼就是，酷狗眼。你该倒点水。我等你再倒点水。要吃西瓜吗？你要吃吗？等一下，我要跟他说拜拜。歌什么风格？哪家的？就是那个什么？才八？后宫？哎呀，你们，看来还是要不能给你们直播久了就多放。那个是假饭，我吃到嘴里了，没关系，又不吃头吧。那么就到此为止吧。这里面怎么会有你的头发？月刚掉了，再播就会礼貌了。哇，你们可不要等我卸完妆的时候给我发视频发朋友，那我可没法给你们回了。谢谢大洋同学。再见。